情是什么呢？情的根就是起心动念，那是情的根啊。从起心动念里面生起分别，生起执着，叫情执。我们今天执着里头最麻烦的就是情执，哎，别的还好放下，这个东西太难了。啊，为什么太难呢？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假的，它以假当真，已经养成习惯了。佛讲假的，他也点头，但是就是放不下。我们讲亲情呢，亲情就是爱呀。那这样学佛是不是无情呢？不是的。学佛跟你说的是，佛学了佛之后讲，那个情爱变成了真情，那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从自信流出来的。今天凡夫这个情爱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，不是自信。自信的真爱叫慈悲。你看慈悲上头加了两个字，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同体就是无上菩提。无缘是没有因缘，用现在说没有条件，就是一片真心，一片真爱，没有理由的。同体说得更清楚了，对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一个体，同一个自信流出来的，能不爱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